我现在穿的是崩坏三的 maybe 巫师这一套，但是这个角色是唯一的平胸平乳，就是奶比较平的，太过分了吧。崩坏三的眉笔巫师这一套，我跟你们说，因为我的身形比较奇怪，我是非常短腰的那种，然后正常的女生的腰可能腰线都会比较长一点，所以他们在做的时候都会忽略到我是短腰，然后把我腰做很长，然后导致就是我就是衣服的腰中间都会长很大块，然后都要缩小。我蛮喜欢这个角色的，这个角色比较邪一点，他不是那么正派的角色，对，他比较自我，就是想要玩啊，他会去研究很多东西，然后玩很多东西，他不会是那么正派的，就是我一定要打倒谁谁谁，不是。但是这个角色是唯一的平胸，平胸平乳，就是奶比较平的，太过分了吧？不合适吧？对啊，怎么叫你演啊？没有，我跟你们说为什么？因为叶公每次都想大奶的角色，他就会想到我。然后我们已经出了几次之后，我就很郑重的跟叶公说：“叶公，你要出这些角色，你真的不能找我，你要找假奶，因为他每次要的角色就是奶很大，然后可能就是中间都中空啊什么的，然后看起来奶还是很大的角色。”我就跟他说：“那样子我真的撑不起来，所以叶公可能就有临时换角色吧。”对啦，毕竟你的奶百变多怪，干真的哎，我觉得很烦。我等一下会有两个人帮我抬轿，然后他们会穿全身绿色的那个衣服，就是套头衣，绿色的，然后旁边帮我抬轿，然后到时候会被踢掉。金杰哥就已经这样排过了，然后就是困难重重，所以我严重怀疑我的戏份应该会被删减，应该会被删到就是就不太需要抬轿，可能就是拍个上半身就好了的那种感觉。而且原本我坐在上面抬轿，然后他们还要那个 RPG 摇，就是这样。就是他们抬轿的时候，他们要RPG摇，然后后来因为真的太难控制了，然后后来就拍我上半身，我自己摇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后来就自己摇。哎，那你演过这么多，我们演过这么多一人分饰多角的角色，对你现在演这个有帮助吗？这角色没有精神分裂啊。没有，这角色没有。这角色在做自己啊。对啊，这角色都在自己玩自己的。你好像那个工地休息的那个工人。你刚刚有摇吗？没有，刚没有摇。太空警，你是尊荣式的待遇。好，可以，来准备。那我们一样三个人，先不用排，不用排，不用排了，干。还好，你看起来汗没有流得很严重。里面啊，搁里面，对。哎呀，笑！没，跟上次拿下来的时候，整个头炸到又不行，好像编完黑人辫子的那种炸法。哎，你刚刚只有一句台词。我今天可能只有这句台词。他总共只有五句。尽量让我少出来，因为我出来一次就要做一次动画，就那个旁边都要踢掉啊什么之类的。
别误会，是阿成，我要改成阿成吧。别误会，阿成，我还是很讨厌你哦。不错，我你是还没有脱离你的戏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跟你们说这个角色，然后叶公动不动就说要色色的，要色色，你的语气要色色的，到底要怎么色色的啊？就是我还是很讨厌你哦。到底这句话要怎么色？所以刚刚也是你最后一句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刚刚不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最后一句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但他说休息五分钟，所以应该等一下可能都走在后面吧。OK。拍摄怎么样？我其实甚至觉得啦，有没有可能，反正等一下都在后面，换成 BB 戴假发穿衣服上去，也不会有人发现。会啊，我胸部大小。没有，这个角色本来就平乳。大家可以记得去看夜市特高的芯片，我们有非常华丽的阵容，超多的人，然后大家一起挤在这个地方晒太阳。你不说拜拜？拜拍到脑袋烧掉，拍到脑袋烧掉，忘记。忘記而且你看他这个，他会一直哭，好，还没有发现他这个超红的哦。你看，他就是一个杀人武器啊！哦，一直被逼到，对，那個、他就会插进去，对，这边就会红。而且因为它旁边其实都是铁丝，你们看，哦，这边都是铁丝，然后后面也都是那个别针，哦，没办法，我觉得这种道具服很容易就这样。对啊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